12月19日，杨威在微博中晒出一家五口的照片，并配文一加一等于五。照片中杨威和杨阳洋围绕在杨云身边，杨云穿着白色蕾丝上衣，露出孕肚，也十分优雅迷人。杨阳洋则张着大嘴，甚是开心，还不时抚摸妈妈的孕肚，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弟弟妹妹相当期待。据悉杨威此前曾在微博中提及杨云所怀双胞胎中有女儿，杨阳洋即将拥有双胞胎妹妹或龙凤胎妹妹和弟弟。看到如此温馨的场面，网友不禁大呼大肚子小阳刚，三阳开泰即将变成五阳开泰，杨阳洋家中变五阳了。